好，等一下，姐姐，我先脱个裤子，稍等。现在是我的新造型哦，哇、哦，在用我的流量，吓死我了。在开直播吗？嗯，是我的新造型哦。知道，这是你的，是他的，是吧？这是他的，那个里边都是通过单。啊，好好的，仔细看一下。嗯，你说你的。辛苦啦！谢谢姐姐，拜拜，拜拜。看，妙舞天成的剧本儿。这个算是纪念版。OK， 我懂了。嗯。明天的通稿单。明天有两场戏。没有认出来我是谁，那还了得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这个剧估计你们都认不太出来我是谁。这个剧里面的我不是平常的我，根本就不是我。对啊，这个妆也是。这个剧是讲啥的？看名字啊，可以看名字猜故事。哎，你们今天可以搞个活动，看名字猜故事。妙舞天成讲的到底是什么？可以在脑子里面构思一下。这么好看，应该不是段奕宣。Go die！ 还嫌弃我的眼线吗？嗯，这个眼线嫌弃吗？嗯，还拒绝我的眼线吗？嗯。Hello， 我好喜欢现在的发色。什么叫做你变了？变得好看了，难道我之前就不好看吗？没拍呢，今天是试镜，就是看一下什么想着很久妆容造型啊，在很久没有剧里的一个情况。啊！气死我了！开机。毛奇宇，我马上要下去了，所以可能聊不了多长时间。对的，我们要下去读剧本。说话语气都不一样了，今天累了。昨天晚上没很早睡，该打。今天是周几啊？周四，感觉在这边都要忘了周几了。有点欧是什么意思？那下午哈。对，今天早上早起来了。火锅很好吃，对吧？蛋卷火锅可好吃了。你知道这个人半夜。我都要睡了，他半夜躺在床上吃自热火锅。那不是你的最爱吗？我叫他起来吃，他也不吃，还赖我。一点多，差不多两点钟叫我起来吃自热火锅。你瘦你任性啊！你可以吃啊，你想吃就来吃嘛。你闭嘴。好，趁我没打你之前，你以后的十几天。你打我！我把那个视频翻出来好不好？以后的十几天，要是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你就出去。我去哪儿啊？我去你怀里啊。气死我了！我这要睡得紧了，真的。
他那边气死我了。下午好，嗨，这一点多了，是不是该上班的都要开始下午工作了？眼睛有点奇怪，午休都结束了吧？还是因为他画的方式和我以前的不一样。你们太习惯以前的我了，所以会觉得有点奇怪。他们，我以前都不会把眼线往这上面画的，然后他们都把眼线往上面画，就显得成熟。造作了，睡得太晚。你也知道啊？你还好意思说我啊？自己也睡了，心里没点，咱们这说吗？我不跟你一般计较。好，那我们 B 班计较一下。上班看我，你确定不会被发现？到时候扣工资了，别把我说了。我真的气死了。哎，让我静静的待会儿。毛去，你怎么老哪儿都乱窜？是啊，我不知道，刚才在隔壁看到你了，拜拜。我今晚上一定要很早睡觉。吃完看几眼我就回来睡觉。对啊，他们不是有那个线下什么星际杀，优糖也有吗？狼人杀的东西。有啊，本来24号让我去的。但是为什么我看别的，我不真的够了。但是我们看别的什么广州的那边都有发，咱们就没有啊。不知道，本来24号说有的，然后我24号不在这边。不要一块出现，同框就是糖，我不想让你们发糖，拒绝。网络一线牵，不珍惜这段缘，拒绝这段缘。我最近睡的都。挺少的，但是最近其实还是能睡的时候。网络一线牵，祝你就是作。甜甜这个头像好好看啊。我现在大脑缺氧，感觉你俩就啊，非得。一块儿说，就是特别像那种，怎么说呢？那种撒狗粮，还说同一句话，很难受。换个妆就不认识我了。那以后总要尝试不同的妆容，尝试不同的。没汤圆可吃。不同的角色就会有不同的妆容。我还想吃芝麻馅儿的汤圆。那以后。都不认识我了。我的最爱。拍戏累倒不累，而且还没有开始拍。你还没开始累呢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我现在就是纯困而已。那你晚上不睡觉？那你也给我早睡，谁都别说谁。哇，老张这个称呼很像我初中和小学的人都这么叫我，一到高中都叫我姐姐，呵呵，就很难受。没开始拍，明天才开始拍。啊，我们俩一会儿又开始工作了，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。咱俩55关吧，亮点要唯独，谢谢巧克力。怎么样？你下次工业试试这个妆吧，你学习一下。我画不来，我都不会化妆。
我觉得你握手会这种妆挺好，因为你平时的妆只是比较适合舞台，不适合握手会这种。我眉毛又没染，头发是染的，昨天染了四个小时呢，这头发，他们好辛苦。没有没有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拍剧衣服，这个是我自己的衣服。而且我这件毛衣，我看到很多很多上海的成员也有同款，很多。看一眼，然后其他就。看完就走，看完就走。红绿三场，你们听过那首歌吗？恋爱的犀牛，这是我最近这两天最喜欢的。你昨天分享给你吗？忍不了滴滴滴的眉毛，跑这儿。我看看你眉毛，你眉毛怎么了？我给你看。没有，他的妆都，你们要。我的眉毛是化妆师画的。对啊。为什么不是很喜欢？我很喜欢这首歌的。我今天也把它当了一天我的 BGM。就是只是登场 BGM。为什么很奇怪？我很喜欢歌，我很喜欢他的歌词。剧中的妆。剧中的妆其实就是我平时的妆，这个造型说是造型，其实也不是，说不是造型其实也是，猜吧，反正跟这个有点关系。为什么今天元宵不放假呀？我本来接了一圈头发，后来就只留了三根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因为好像可以，我记得上次都是连着元宵一起放，放在元宵后才上的。这次为什么这么就开始？这是我第一次那么非主流上马特。啊，不对，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就是元宵后才上的班上的学的，谢谢。本来还有一撮绿的，把那绿的给接了。他们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顶必须带点绿。反正那幅图已经说明了。好好看，快点截图，就当我今天的自拍了。快点截图，快点截图。甲方，初七，嗯，对。我今天这个妆要但是不要剪东西。学校是25号就开学。24就返校了，四张喽。好多学校有结吗？刚说不要剪到手。我的眉毛其实也是灰的。好了，好看的姑娘让你们看两眼就够了，我要关了。哪天不可爱？哪天都很可爱。我要关了。我死了，我们再过最后一分钟，我们俩就要下去了，要下去读剧本了。